您关注今天的工商资讯。今年圣诞假期，888海珍大酒楼餐厅和大型的连锁超市顺发超市强强联手举办圣诞餐舞会，整个大厅座无虚席，来自各界的嘉宾沉醉在现场歌舞表演欢乐气氛当中，全场高潮迭起，还爆了整个圣诞的假日。收看我们详尽报道。近700位嘉宾在现场歌手的甜美歌声以及乐队的伴衬下，加上888海珍大酒楼的美味佳肴、醉人醇酒，把整个圣诞餐舞会现场带进了一个欢乐世界。热衷跳舞的嘉宾在舞池里忘情的摇，喜欢唱歌的贵客随着主唱的歌声轻轻的合唱。今天是888海珍跟顺发超市联合举办的舞处圣诞餐舞会，我们准备了很多丰富的菜肴跟美酒，让大家共度圣诞，也特意邀请了范以华老师带领他的学生做我们的舞蹈表演，他的表演一定让大家大开眼福。感谢大家这一年来对888的支持，不断的在我们做 party 来捧场，谢谢大家，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在圣诞节大家在一起聚会，谢谢大家一年来对顺发的照顾跟光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圣诞快乐，谢谢。赞助厂商代表青岛啤酒的 Richard 也祝福在场嘉宾圣诞新年快乐，并且提供来自故乡的青岛啤酒，让全场宾客无限畅饮。代表青岛跟 Pub 公司，今天很高兴过这边参加那个 Christmas party， 那 Merry Christmas 大家 and Happy New Year。I'm one of the models that represent Qingdao with Richard, and we are very happy you guys invited us today. We want to wish you a very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888海珍大酒楼还特别从香港起来舞蹈冠军现场表演，乐队现场音乐全场高潮迭起。得到888海珍大酒楼热情邀请啦，咁嚟到洛杉矶做呢个表演嘅交流同埋表演。咁今晚嘅表演咧会有除咗拉丁舞之外啦，咁我哋都会有标准舞嘅。咁希望大家喜欢，希望未来咧我哋会有更多嘅机会嚟呢一度做呢个舞蹈嘅交流嘅。多谢大家。压轴表演正是由一众来自香港的舞蹈艺术者用优美的舞姿把现场气氛推向新的高潮，一直嗨到午夜。天下卫视记者采访报道。